奖励一下。嗯，我记得我上一次看这个女演员的电影还是那部叫《泰坦尼克号》。同道中人啊，那是。不过那部电影真的很感人，我记得我当时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嗯，其实这个也不是现在拍的。哎，其实安盛也可以像这样放一些老电影，偶尔的，像什么欧美电影周啊、日韩电影周啊，再去搞一个特价活动。哎，那生意。王总要是谈工作的话，我就去拿纸和笔了。哎，看电影，看电影。我记得有个影评写他们好像剧透会遭雷劈的，这么狠吗？要不要这么认真啊？那当然了，你都把结尾告诉我的话，看个什么劲啊？有道理，那我就不把女主自杀的事情告诉你。哎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她怎么自杀了呢？我看到简介上说她不是出狱之后还学了认字吗？那可能出狱之后就没有了精神寄托，这男的明摆着不会跟他在一起吧？懒。不是你要看虐一点的吗？我要看虐的，不是看蠢的。哎，气死了，不看了。哎哎哎哎，入戏这么深吗？一部电影而已，至于吗？我最不喜欢苦大仇深的女主人设。我煮方便面，你再选一部新的吧。好嘞。这个怎么样？这个，这个好。对，一个单身母亲为了生活公然挑战命运啊！我是 Ross。这个，这个，国际大片，好莱坞的。我很享受这个周末。为了一部电影唧唧歪歪，你在傻，我在笑。合着你是变着法的在说我傻？因为我喜欢。汤。辣的还是不辣的？都要。这不是后放。嗯？这不后放吗？那先放哪边？这个？我觉得应该会不会是这个？不可能吧？不行了，小姐，那先弄这个。是吗？嗯，先弄这个，弄我们。行。